整个剧本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很真实，它就是我们生活中一点一滴都很常见发生的东西，但它也很打动人。我手机拿了。干啥？我给你买点东西。不用你买，你拿我手机花我的钱给我买东西，我用你买。大家都是那种很能说，然后很输出型的，看起来很连贯，不觉得断层。我坚持不住啊！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性格。真实的在反映高中生的生活，在学校是容易过不过是糊你。哎，你这真不过、啊哎、幽默中带有温情，就是你好嘞，看家伙。区别于很多唯美校园剧的一部校园剧，你都不会，好听啊！青春、阳光、积极向上，就让我找到可能以前学生时期的那种校园。李晶晶是康佳伟，就在毫无准备的时候闯到了他的生活里，像欢喜冤家一样，从最开始互相瞧不上对方，再到后面。大家都在用自己擅长的事情帮助对方的时候，渐渐发现了对方的好和细腻的东西。康佳伟他更像是我随身携带的一瓶矿泉水，他可能看着就普普通通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他就是你生活中的必需品，他也可以让一片沙漠变成绿洲。青春期的懵懂就是不会再有的，所有觉得苦恼的事情现在就都会觉得很美好。青春的那种小美好真的只能是用来回忆，它是不可复制的。